家长却又吵翻了。这次的争执点有些诡异，竟然是因为家长没有批孩子的作业。近日，江西省的某所学校因为几名家长没有批改孩子的口算题卡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图微博热搜几位家长，你们是二年级的口算自己都不会呢，还是昨晚赚了几百了？这是来自老师的质问。事件一经爆出，网友们讨伐的声音就来了，一波激起千层浪。图微博热搜从什么时候起，家长除了每天要在家长群里规范言语、吹捧老师、低调不炫富外，还要承担起看作业这项光荣的任务，不配合小心群里的点名批评。家长应该给孩子看作业吗？据法制晚报的消息可知，近年来批改孩子作业成为了多数家长的必修课，甚至有老师把这一行为上升到更高层次。如果不批孩子的作业，家长就是不重视教育，不尊重老师，家长再忙也不要拉下孩子的学习。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老师布置的这些作业无论难易都属于老师的工作范围之一。据中小学生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定，教师的本质要求之一包括认真批改作业，不得敷衍塞责。图微博和你和一起家长需要关心孩子的作业，但关心的应该是孩子的学习态度，如做作业是否认真，而不是越俎代庖批改孩子作业，做老师该做的事情。此外，家长们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多方面原因的差异，无法保证批改作业的准确性，反而会成为无用功，对孩子获取知识带来相反的效果。针对这一现象，陕西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老师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或纠正孩子作业错误，出台规定对这一行为进行禁止的并非陕西一省。早在2014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就曾颁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行为的意见，明令禁止各校不得让学生家长代为批改作业，规定早已发出。可为什么家长批改作业的行为依旧屡禁不止？为什么需要家长给孩子批作业？之所以让家长批孩子作业，是因为作业留的太多，老师批不过来造成的。土豆拌鹅组织一位老师透露，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指标，在学校之间的成绩竞争前不掉队，老师们会给学生们布置额外的作业。土豆拌鹅组而这种作业属于正常家庭作业范畴之外，老师们对此无暇顾及，只能要求家长们帮忙批改，既可以减轻老师的工作量，也可以让学生们多练习长经验，考好成绩。随着升学压力的不断前移，提出对学生们进行减负的初衷是好的，可一旦与现实关联，在有形无形的竞争面前，减负一时间难以真正实现。在唯分数试纸的考试机制面前，作业虽然培养不了天才，但至少可以让学生们通过练习掌握相关的规律与技巧。可如此一来，也让一部分家长饱受焦虑。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刘云告诉周刊君，学生家长的职业是他干过最苦不堪言的。老师每天在家长群中强调，布置的作业要求家长批改签字。作为一名七五后，工作多年的刘云对书本多少有些生疏，特别是数学作业，有时候和答案对不上，孩子又理直气壮，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让孩子第二天去问老师。毕竟术业有专攻，家长无法保证在知识层面对孩子加以专业指导，要求家长批作业有些强人所难了。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颐指气使的老师可怕的是老师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的行为。无论是在群里说几位家长你们是二年级的口算自己都不会呢，还是昨晚赚了几百万，还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您是我从教二十年遇到的第一类奇葩。图微博扬子晚报在家长群里，家长们似乎成了老师在课堂之外的学生，老师们颐指气使，采用软暴力在语言上对家长进行冷嘲热讽。
让本是平等的双方关系演变成一种失衡。老师，一个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权力的职业，却因为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在此层面上才会有了老师在家长群中相对强势的影响，也才造成了老师与家长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毕竟老师代表一种教育资源，平均到每个学生的时间并不太多，总不能因为群里的争执把祸要为延伸到孩子身上，这样就不值得了。许多家长怕自己与老师发生冲撞后会对孩子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大部分只能敢怒不敢言，或是隐姓埋名把群里的对话发到网上以此泄愤，或是在群里树立正面形象，变着法儿的吹捧老师。网站彩虹屁图微博 @UC 胖胖群已变味，更像江湖。不可否认，当下的中国家长与老师离不开家长群，可在近段时间内它也成为了双方爆发冲突的地方。除了家长不批改作业被老师点名批评外，还有因为各类原因，比如让老师多照顾自家孩子、开宝马车接送孩子等，被老师点名批数群的家长们不在少数。图新闻截图建立家长群的初衷，不外乎是为方便家长了解孩子的状况，降低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成本。然而这种看似理想的状态并不存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家长群都变成负担群、攀比群、马屁群。图中新社发引证一是针对此，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出台家校网络交流平台勿要勿不要管理规定，比如在休息时间不要发消息，学生作业教师要当堂布置，避免马屁群等现象出现，规定能起到一定作用。可面对已成为一块心病的家长群，又该何去何从呢？在美国，明确规定老师与家长不能互留彼此的私人社交账号，很多学校会有专门的人处理老师、家长这两方的交流，这样一来让老师专注于工作，而不是每天要亲自面对与家长们的沟通，既能提高工作效率，也能保证双方明确责任。但在微信盛行的中国，取消家长群的做法似乎并不现实，它终归在家长了解孩子动向、促进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方面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但可以能做到的是，就算建立家长群，老师与家长也不彼此互留私人社交账号、电话等信息，同时也必须明确建立家长群的目的，做到因地适宜的约法三章，定下群规。毕竟对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早已血雨腥风的家长群来说，大家聚在一起难道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留余为化名。